创意理财，尽在运通。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一开始先说啊，我们果然过了非常精彩、生气蓬勃、量能全部出现的五月份的生技股。那么六月份新开始啊，要先祝大家操作顺利，未来跟着生技指挥官涨停、涨停再涨停，好不好？先跟各位说一件事啊，我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跟各位说啊。你看一下刚才这个量能啊，有这个量能啊，有新天量啊，一定有新股王啊，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五就要跟各位来讨论的话题啊，而且不止新股王咧，甚至可能有第一天王、第二天王、四大天王要出现，等一下慢慢跟各位说啊。那么今天是新的一个月份啊，除了祝大家操作顺利以外啊，我们有新的做法。那么假如说你想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加入生技股、加入科技股，其实生技是我最大的重点，也没关系啦。加入生技股行列的话，那么新的做法单股锁单的模式呢，也让所有朋友在今天第一天的时候跟各位共同来参与。所以呢，一切的事情是不是跟今年的生技股跟防疫有最大的关系？假如没有防疫的成功啊，等一下要跟各位讲一下，防疫股也该退下来了。那么第一批先锋，假如没有防疫成功，它成功才要退下来，懂我意思了没有？怎么会有后面振兴经济的概念股呢？所以一开始先让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先让我的家族成员大家一起开心一下。各位注意哦，要讲这段之前要想说本节目基于法令啊，个股非绩效，仅举相关例子。而且呢，所有跟我操作的朋友，你说老师啊，这两天生技股好像比较安静诶，安心、放心、信任，有没有跟你讲说，那个防疫股什么口罩、额温枪啊，不要去追，因为它不会有爆发力了。因为它的利多差不多都要出来了，百分百知道有进一定有出，请放心哦。先讲一下比较简单的小菜，叫做振兴经济。我们讲的都非常有逻辑啊。当防疫有一定的成效之后，是不是应该要振兴经济啊？我说内需振兴券、振兴券最大的受益股应该叫什么名字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难道没有想到振兴券就是一种彩券吗？亲爱的投资朋友，我们从后面跟前面来做报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之前跟各位讲说振兴券最为了谁？为了观光类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亲爱的投资朋友，跟你说振兴券除了所谓的整个一个振兴券的消费，就是台湾Pay，谁跟台湾Pay？这个所谓的台湾Pay，不是 Apple Pay 哦，啊，听清楚，不是 Apple Pay， 也不是 Angel Pay 哦，是我们台湾自己本地的台湾 Pay 来做一个连结的相关的股票啊。观光类股，我说过，你可以等一年，你可以等六年，我这个都送给你了。我该送的，在我节目上该送给各位的观念，全部奉送你。我相信各位应该可以肯定，这个我就一句话带过去了。亲爱的投资朋友，我是不是告诉你说，口罩啊，公布外销日啊？那么就是开始拉回时，这是公布啊，这是实施啊，所以人家都跟你讲恒大，我先告诉人家是先看弱的，先看自由成交的，所以还能不能去追？当然不行了嘛。那今天当然还会有人继续问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冬天啊，新冠肺炎可能再来啊，现在是要怎样？为什么台湾要随时准备100万剂的产能呢？等一下也慢慢说给你听，好不好？所以呢，我的节目精不精彩？我不敢说我的节目精彩，因为重点是你觉得精不精彩，想不想赚？我慢慢讲，你慢慢听，你会发现说，其实我真的准备得很好。我从可以这么说，我从十几年前研究生技股到现在。从十几年前，我请了一个攻读生，这位攻读生是医学院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之后，再邀请研究员到现在。你看现在所有的团体都来找我问，所有人都希望我帮他们写专栏，我真的说实话，我忙不过来。我所讲的内容，我相信别的分析师也在看，也有人在猜说谁是新股王，明天就可能有人要猜了。
但是我现在还有四大天王，我等一下慢慢跟讲给你听哦。我们要先从这里跟各位讲起啊，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大概会有提到了，各位来看一下。这个不算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普生啊，他是新贵的，做不做是你的事情。不过你要看一下这句话 ，PCR 花费十分钟较长，叫五到四个小时。好、哦，各位看到没有？准确度比较高啊，1.5到4个小时啊，应该是指1.5到2个小时。快筛约10到30分钟，准确率只有70%。这不是我讲的，请看相片，好不好 ？OK。那既然这个讲的话，请问一下，谁最早告知你？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了，未来哪些股票可能有后续力，因为原则上来说，这个是最准确。我是不是告诉你说，快筛你要懂？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快筛你要懂，一般正常是9道程序。那不管是高端瑞基、德必基啊，甚至各位看到的普生，就把它简化成4道程序，所以在2个小时，这两个都需要专业人员处理。这两个你看到没有？普生自己说准度大概多少？大概90%。哦，但是你看到下面只有70%，你说老师70也很准，哎、欸，你就是那30%不准的，10个里面有3个不准。莫代莫基叫你去隔离14天，说你是阳性，你觉得这样可以用吗？所以有些会被打回票，或者有些股价已经反应过度了，我没有指名是谁，你自己看，哦，已经反应过度了，那你真的不要去理他。你看到没有？在快筛类股里面，我们留哪一档？创新高。目前大疆所做的快筛是用900个人，但是是4个小时，它是帮助了我们的昆阳实验室，我们昆阳实验室就是我们的 CDC 啦，啊，帮助我们的台大医院，台大医院在这里看到没有？台大医院一次检查多少？一次检查900个简体啊，包含我们国内现在的国家队的 CDC 也在做使用啊。所以未来光是这些机场，因为它一次可以检查900个，一台飞机进来可能一次就检查完毕了，因为一台飞机大概300多个，三台飞机一次检查完毕，所以大疆基因跟大疆的这个快筛呢，将来长期性绝对有它一个所谓推动性的一个利基，我们这样讲合不合理？所以我们要留快筛，你要看到说谁留的是对的。可能有人留的就是错的了，对不对啊？亲爱的投资朋友，我只能这么形容一句话。刚才这已经不是我讲，这是普生的老板讲，所以我们一切都公道处理，哈、哦，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给他准？你想想看嘛，啊，为什么他不给他准？15分钟，啊，15分钟准确率是70%。目前15分钟之内，号称准确率90%的应该是中研院。那中研院他有他的方法，我明天再跟各位来做解释。他说15分钟快筛装置，因为中研院毕竟说真的，他技术真的比较好，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我还是会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在整个第一个口罩跟额温枪之后，接下来最有潜力的，我相信你大概都很清楚了，一个叫快筛，一个叫什么叫疫苗，两个应该是最重要，因为快筛跟疫苗其实是一线的。那为什么会跟各位提到像高端、像杨诺法？因为他们又有快筛，又有技巧，又有快筛，又有疫苗，跟国光生。你现在打了这些所谓的流感疫苗，就是国光生做的。那至于普生或瑞基，他们可能只有能够做到快筛。不过今年的快筛，我必须要这么形容一件事：由于各大的哦，对，先讲8436，我们有跟各位推荐过的，先讲好不好啊？亲爱的投资朋友，跳空涨停，人家问我说可不可以买？我说210可以啊，怎么不行？230可以观察，你看现在280了，它是一路上一直在向上哦，目前没有拉回的情况啊。所以快筛未来走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稳定性质的一个路线，懂我意思了没有？另外呢，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什么首批国产疫苗啊，哎，注意一下下，疫苗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简单，都还有未来的一个机会哦。在讲疫苗，我疫苗要到下半段来讲好了。在讲疫苗之前呢，我们再来谈一件事情。来，各位注意，我认为啊，疫苗我也讲很久，下半段还要更精彩咯。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醒你啊，你说老师什么事情要提醒你？我叫财富指挥官啊，你不要叫我生技指挥官。其实你刚刚看到没有，五峰华园 ，Oh my God， 这也不是生技啊，我本来就是分析师嘛，只是我比其他分析师认真去研究生技，当然也有相当性质的关系。我家人生病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我说实话研究了非常多的东西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各位看到没有？来，第一个，上礼拜我就告诉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成交量啦。因为生技股现在没有汇在一起，有的17，有的4，有的这个41，有的65，有的49，对吧？
啊，甚至1565精华这个也是生技股，他们号码全部散掉了。不要紧张，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接下来这个月就要有所谓的新的，各位看到没有？这个月就会有新的指数出来，而这个新的指数呢，就是所谓的财，可以这么讲，你叫它财富指数。指数是干嘛的？指数是要让各位能够先看到指数就知道强弱。那谁最喜欢看？法人跟外资最喜欢看。所以当生技指数出现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很可能，那么不管是外资也好，法人也好，就有越来越多人来去加入了。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我是用扣讯去讲的，所以有股王特工队，表示我不是跟你信口开河。我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哦。那么2018年曾经有一家公司叫精华，赚33块，股价来到1025元，这几个你自己看。那么他是目前的股王，但是您知道吗？我认为他只是在这里的位置而已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我认为啊，做股票你一定要想办法论高低，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这只很好啊，那只也很好啊，这只也很好，你看你的给我的持股表，我看了都快流血啊，是我流血，你不是流血啊，你拿个30几档给我看，拿个10几档给我看，我很累耶。生技股要怎么样？要去论高低，你要从里面去挑。你单股的，我给你选一档；你其他的，比方说特别的跟特别的跟跟一般的，我都最多给你2档到3档，我从来不超过3档。因为说实话，我们有四组，如果加上单组就是5组了。哇，你如果每组给我3个，我就有10几只要顾了呢，我也很累啊。所以你说像有些人什么哇，给你扣一大票，对不起，你去别的投顾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运达投顾黄敬德家族严格控管，3档以内就是3档以内。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一下，我认为啊，各位看到没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各有不同的一个个性。精华呢最多像南帝干嘛？做和尚的啊，他很稳定。那东邪呢？当然他是很会跑的，很会跑的。西毒呢，他也是很会跑的，他这个武功都很高强。中他是很稳定的，所以我认为啊，将来生技股可能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你不要等我一个一个翻哦，我告诉各位一件事，你不要说老师真的有吗？哼哼，以前啊，我跟人家说宏达电可能会当股王，没人相信。结果呢，没关系嘛，他相信就可以。他是谁？我太太嘛。2011年4月30号，宏达电是不是1300？你看一下是不是我太太？我们运达的老板还有来参加嘞，啊，还有嘞，不好意思，投顾业一大堆分析师来参加，后面应该有他们的照片，啊，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请你相信我一定有所准备啊！你说老师哦，股王会不会很贵？不会，现在便宜啊，以后你就知道，到这个历史天价就知道。如果整个生技股要挑战未来历史的实力的话，有没有可能去挑战它？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他？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他？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哦，一个是有获利的，一个是没获利的。等一下我再慢慢讲。所以你要去想想看这个情况哦。所以各位看到没有？来注意哦，我们不只跟你讲股王，接下来请你注意，不要等我一档一档的全部给你翻开。等一下我们还会讲。那精华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注意不是赚了钱就好，他如果不再继续大赚特赚，或者他的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辛苦，请问精华另外一个获利源在哪里？中国大陆嘛，他跟我们现在好不好？不太好嘛，这样懂不懂？所以他只能维持获利，但是这几个就不一样了，这几个拼命的练武功争天下第一的是这几个啊，你看过金庸小说吧？欢迎各位，我们不只要做生技，我现在告诉你，你加入黄敬德家族，我们要争天下第一，要争武林第一啊！想做第一名的，请拨通我们的专线；想跟上第一名的，请拨通我们专线。哪怕你是单股锁单，也请拨通我们专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流水理论，资金如流水，掌握流水就是掌握财富。财富特快车，当冲技术加波段选股二合一。刷在线02-2781-0909，2781-0909。
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在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流水理论，资金如流水，掌握流水就是掌握财富，财富特快车。当冲技术加波段选股二合一，刷在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噔噔噔噔，红灯冲啊！哦哦，麻烦靠边，有警察，尖酸。大圣啊，千万不当绕跑啊！违规拒绝拦截逃逸，不仅危险，还要多吃一张最重3万元的罚单，并且吊扣驾照6个月内。下回会这么大？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更会被最重处罚15万，并吊销驾照哦。阿你别奈何，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违规拒检逃逸，重罚加扣照，致死伤，吊销驾照。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现在很多人的节目都是跟着我的节目后面走，而且呢，直接就在猜，猜猜看，说到底黄老师讲的这个新股王是谁啊？你在猜新股王，我告诉你，我还有四大天王。你在猜四大天王，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更会涨的，那个比四大天王涨的速度更快的。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也没叫你猜过、啊，我知道昨天已经开始有人猜股王了，那算了，给你猜对又怎样？啊？有人猜对了，有的认为有人猜对了哈，基本上给你猜对又怎样？你敢买多少？你看这是1月17号的节目啊，我根本没让你猜啊哈，豪宅需要你猜吗？也不用你猜啊啊，4735的豪宅，股市现场也有啊，有什么好猜的？那你就算猜了又怎样？哎，老师我猜对了，猜对一个，其中一个是精华，不好意思，你猜对的是我那个可能不买的，虽然我必须要给他排好，因为人家有那个辈分，人家有那个经历。哦，那可能哦，可是你看到没有？我可能他在他里面排名5而已啊。你看到没有？注意哦，这里面当然都是有字啊，连 EPS 都有，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不用猜，跟着我们做。而且你用猜的，你也不敢买，买了一张两张，赚不到一只停板，快跑！我现在说猜、啊、好像是高端的啊，赶快跑！人生这样子啊，永远赚不到大钱。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这一次可能的涨势啊，或者说所走出来的情况啊。有能够你看嘛，大盘已经涨多久？大盘就是电子股啦，电子股涨了8年了，生技股跌了6年半。我不要讲太久啊，你能不能撑3年？从今天开始不要看静哲老师的节目，不要我的口讯，撑3年。这个量出来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量出来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而且要给你编指数嘞，哦，所以我已经胸有成竹啦。你不要等到啊、哦，哪一天我又拿这个跟这个刚才的什么，刚才的恒大跟乐音一样哦，老师你好久以前就跟我讲过有什么天王，有什么天价等等的。我告诉你，到时你又说啊、哦，恒大涨多少6倍啊啊，什么乐音涨多少8倍了，啊，老师疫苗股人家说赶快跑哎、欸，结果呢，各位看到没有，国产疫苗这不是我讲的哦，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哦，他讲的，看到没有？所以你都不追踪新闻的啊。好，看到没有？第14个，但是冬天可能会再来，所以年底要有准备100万剂，医护优先打。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很简单，我们有28.9万，接近29万的医护人员了、啊。那将来假如这个疫苗，我必须要这么形容，这个疫苗，我不能跟你讲成功或失败，但是我跟你讲的事情是，假如一个正常的疫苗100个人打，假如有30个人发烧算失败。好，但是你可以把标准放很宽哦。但是假如这100个人是医生跟护士的话，而那30个人只要能够休息3天重新站起来，他就有抗体的话，那请问一下，那么医护人员先打之后，因为医护人员可以医自己嘛，他比较不怕这些副作用，
所以呢，他可以把自己医好，我们是不是就有29万大军，又可以站在我们的飞机门口，又可以站在我们机场跟港口门口，还要保护我们的安全呢？因为我们已经保护了他们。对于医护人员来讲的话，感冒三天或发烧三天，他们有办法处理的，懂我意思的没有？那为什么要准备到100万剂啊？难道各位没听过有人得了新冠肺炎之后没事的？你说哪里？那条船啊，磐石界的啊，对不对？军人要不要先准备？雷根号要不要先打？所以你看为什么川普，也就是美国，他们六月、七月、八月就这样子一直干呢？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期了。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我认为疫苗在年底出现，当然会出现了。但是你想想看啊，流感疫苗，电视机前面的你，一定还有人不敢打流感疫苗吧？有人去年才打吧？有人前年听到流感疫苗，听说会有副作用，不敢打吧？疫苗不是问题，副作用是问题。各位看一下，中国大陆宣称啊，他们的疫苗哦，已经有7个进去人体实验的。如果按照副作用的话，这些都不用管的啦。这100多个人打，有44个发烧，问题是中国大陆不会跟你说44个人发烧，他说100个人都有抗体啊。他找100个身强力，108个身强力壮的好汉啊，对不对？所以到现在他们就说啊，一起往前冲啊！你看他也是一直往前冲啊，妈的呢也是一直往前冲啊。多少？有没有人昏倒？有人昏倒、啊，往前冲啊！我们接下来换我们要人体实验，人体实验以前疫苗股通常都是上涨比较多了哦，好不好？那目前来说，台湾我认为还算是蛮稳步当居的，都比他们慢1个月、慢2个月。所以我就直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了，你自己看看吧。这是6月发布人体实验，这8月进入人体实验，这已经知道是什么时候人体实验，这是动物实验嘛？所以刚才讲说7月份人体实验是哪一个，你大概很容易猜吧？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对不对？对不对？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不会有人再跟你讲疫苗了，都说拜拜 ，OK。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小心点，说不定疫苗将来如果涨起来的时候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国光生了，跳过去吧，好不好？国光生、养乐法这些都跳过去，我只跟你讲一件事好了。各位来看一下，就这个目前还高的这个养乐法还在这里吧？养乐法动物实验对不对？在这里对不对？那。Moderna 在这里吧，那高端在这个中间嘛，高端跟这个国光是在这个中间嘛。你没发觉啊？这种股票呢，它是有分成一期、二期、三期的、啊。你在别的节目看不到，我跟你讲一件事：台湾不是全世界不是没有疫苗概念股，我们现在才在这里呢。没有，不是没有成功过疫苗哎，牛痘也是疫苗哎，流感也是疫苗，我们现在在这里而已，一期耶，看清楚啊。我们现在在这里而已耶，你说老师，那疫苗会不会有什么失败或怎样？这个没关系，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这次美国 FDA 会大开方便之门，而且疫苗虽然有危险，但是不会比癌症危险，懂我意思了没有？啊，打了只要不会死，说不定这一段就跑出来了啊。这是成功跑出来嘛？假如打了不会死，说不定这段就跑出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对不对？要不然我问你一件事：冬天怎么办？你告诉我，冬天我们把飞机飞上去的飞机通通叫下来，把进去观光谷里面所有的人全部撤出来，把进去乐园里面所有的人都撤出来。空姐，麻烦你继续失业，是这样吗？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哈啊，这已经没有时间讲了，还剩下2分钟。很多老师不研究了，我们很努力啊。什么没有 EPS 就不动？那以前你为什么讲郁金光？我再讲更直接一点好了，有多少那个电子股也没有 EPS 啊？人家是看未来市场价值，以后怎么去算？你看人家这是用所谓的市场价值，这是用 EPS，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 EPS 是在这边，这当然你算不出来嘛。这个有的有 EPS， 有的不能讲那么多了哈。这大部分有 EPS。好，先讲有 EPS 的。那精华呢？各位看到没有？曾经在33块钱的时候，股价到了1000块，本利比大概30倍。我们认为啊，现在如果以快筛跟疫苗来说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是全球人受益啊。不要讲太多，光是中国，光是美国就是3.5亿啊。啊，你说老师，中国大陆有疫苗，放心，他不会给你打的。我们也不敢去打，那中国大陆疫苗谁敢打？所以我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你只要抓住这5档股票啊，差不多整个生技股你大概已经一览无遗了。
这五档股票将会是美台啊共同合作里面最具爆发力，有了新钱，有了量，股价当然会想办法越过这里，对不对？新天量之后会有新天价啊！我认为将来就是这几个、啊、东协、西毒，我用这个方式来做代号。南地不太会动，然后北盖中神通，以他作为股王之后，带领这个东西南北四方往前冲。但是先讲一下，不是他们好不好？比如说老师，我猜是乐影，都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两个，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射雕英雄传》前面的杨过跟谁，知道吗？就是第一集出现那两个，不是杨过了，杨康啊，杨康跟郭啸天啊，就是郭靖跟杨那个郭主角的爸爸妈妈就对了，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他曾经到这个价钱啊、哦，对不对？他们四个如果超越他的话，那吓人了。那就是今年你真正要讲财富最重要的时刻了。财富指挥官不是只讲生计，是要跟你讲涨停、涨停再涨停。请各位想尽办法从这里赶快能够掌握住这个生计股里面最精华的地方。那么赚钱唯一的方法就是站在对的风口上，股票就会飙起来。今天跟各位推荐新的组别，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阵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三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流水理论，资金如流水，掌握流水就是掌握财富，财富特快车，当冲技术加波段选股二合一。刷在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阵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在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警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